你就网络票选第一名的乌来峡谷马拉松，要伫明年一月七号伫乌来举行。参加者除了会使享受乌来峡谷樱花步道、瀑布奔流的美景，完成比赛，阁会使得到真好的完赛礼。乌峡嘛真有名，有丰富的负离子。乌来峡谷马拉松是网络票选第一名的马拉松，每年一月七号要在乌来举行，每月二十一号开始报名。那我发现呢，就是马丘比丘的山脚下，它是长得很像乌来，真的跟我们台湾的乌来很像，有瀑布，有美食，很棒的地方。那听说乌来呢，它是有空气，有三宝，有芬多精。然后火氧还有负离子是含量非常高的地方，所以对于所有的跑者在乌来跑的话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运动。这次马拉松比赛跑衣马金奖牌全部由设计大师肖新阳制作，以一出发的人会使得到下一个梦想为主题，号召大家加入马拉松的行列。开始跟团队一起做乌峡谷的设计的时候，我的心里想到的就是奔驰在山谷里面看到层层重叠的巫峡的风光景致，所以你知道啊，做大会的奖牌、毛巾、衣服，所有的设计物，不小心就投入了，还挺多的感情在里面。我用了一句鼓励自己的座右铭，也一起来鼓励赛事当中的跑者，出发的人能得到下一个梦想。乌来峡谷马拉松会经过乌来峡谷、樱花林道、瀑布奔流、太阳夜市，这摆嘛申请赛道丈量国际认证，为了维持比赛品质，全马名额1500人，半马是3500人，这摆已经开放预填资料，8月21号开始报名。记者彭景凯，新北市采访报道。